其实我一开始有了小宝宝就觉得非常的足够，我现在也是很满足，但可能小朋友越长越大就觉得他好像，需要一个陪伴。Birthday 给谁？Happy birthday 妈妈。Thank you baby。你会唱 Happy Birthday 的歌吗？不想要。只要小朋友醒着的时间，我一定是跟他在一起的。如果我在家里，所以我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陪伴他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